姐妹们，今天这期视频注定是我两个帅弟弟之间的修罗场。最近我弟不是来我家了吗？打招呼。Hello， 我是晶晶。然后呢，就有人不乐意了，我给你们听一下他的语音啊。小姨姐，你有新表弟是把我忘记了吗？我不管，我跟他单挑。怎么样，怕不怕？怕。肯定是装出来的，毕竟我是真弟弟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弟弟呢，他更简单啊。对，他跟我拍过很多期视频，条条100万赞。100万赞，我也是真弟弟。哎，火药味马上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们俩今天 PK 一下呗。那个弟弟跟我拍过泰式校服，他跟我拍过日式校服。今天你们俩就 PK 一下，看谁才是真正的校园白月光呗。听姐姐的，冲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硬战去。有信心吗？今天？那必须有啊。哎，到了。我子秋。来，这样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是说要单挑吗？你是不是怕了？我给人带过来了。靠，进来吗？姐姐不是说是弟弟吗？怎么是个女孩子？不是他，就是长得像我吗？长得像弟弟吗？长得一样的。还生气呢？你坐，你坐，你坐，他可以坐你家沙发吧？可以。坐椅子，坐椅子。要不你们互相认识一下呗？我刚跟你拍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可是我是真表弟。我看一下，我跟他拍的仔细哦。1、2、3，4，哎，数不清了。可是我是真表弟。我第一期视频有200多万赞。哦。可是我住他家呢。可是，停，不要再打嘴炮了。我们现在就来实战一下吧，看谁最适合当弟弟。第一轮 PK 呢，既然都是弟弟啊，我比一下谁更会做弟弟。你要表演一首吗？弟弟是花椒八连。你好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姐姐，好不好嘛？姐姐，我不管嘛。姐姐，我要睡吗？姐姐叫的有没有心花怒放的感觉？对，问粉丝，这个姐姐叫的怎么样？我弟怕了吗？我怕啥呀？你心动了吗？我太懂。那你表演什么？我给于姐举个大旗吧，把它当成红旗啊！我为我姐举大旗，看谁敢与她为敌。四面兵，四面兵。打掉了，打掉了，再来，再来。我为于姐举大旗，看谁敢与她为敌。四面八方皆是敌，我是他弟，更是他的一面旗。好，第一轮 PK 你们觉得谁获胜了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一下。然后冷静，冷静。他们俩已经非常融洽了，没发现吗？你们还 PK 吗？先 PK。第二轮 PK 呢？虽然说是弟弟啊，但是咱们也得有男友力，所以第二轮 PK 咱们比。可以了，挣扎就挣扎，你摸干啥？那我做俯卧撑吧，最后能做几个俯卧撑？一次性做50个。我来了，拜拜。我可以稍微演示一下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给子秋点面子。那这一轮就不用说了啊，表弟生。Thank you.
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妹妹。念书地理大比拼就结束啦，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行了行了，我自己说。你也选我啊。